开始出发喽！呜，叮叮叮，抵达喽！搭上通往蔬果星球的三号福田列车，经过居住了许多小动物的热带森林，再通过海关，新山慈济幼儿园的孩子们浩浩荡荡来到美丽的蔬果星球，准备在这里度过一整个月口说好话、身行好事和心想好意的舒适生活，同时接受防疫抗病毒的特种训练，借此加强小朋友们的防范意识。好，请你们整齐地伸出你们的右手，自爱爱人，自爱爱人，我们一定，我们一定做得到，做得到。吃香蕉的猴子，挂在树上的蜘蛛，以及躲在草丛里的兔子，各种各样的可爱小动物热情迎接孩子们的到来。今天我们去哪里？蔬果星球。我们去蔬果星球要做什么？不要杀动物。不要杀动物是要做什么？要爱地球。还有不要吃动物。为什么不要吃动物？因为会有病毒。还有呢？会传染。刚才你坐蔬果星球三号福田车的时候，你看到什么？那个在那边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动物？猎鹰跟老虎。还有呢？那个蒙蒂。有爱这些动物吗？爱。你要这样爱他们。这样抱抱他们。你会吃他们吗？那你要吃什么？开盖跟龟果。好，那你去蔬果星球，你还会做什么事？这个。还有呢？跳跳。这到你家 ，Yes， 我做得到。要成为30天的蔬果星球抗病毒小勇士，除了要测量体温、把手洗干净和自爱爱人之外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吃菜菜和爱护小动物。去蔬果星球要做什么的？要吃蔬菜。还有呢？要保护地球。要吃健康的水果，要保护动物。今年呢，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，我们一起推动这个三好福田，就是我们要照顾好我们的身、口还有意。三样东西，例如身，我们一定要就是我们要勤洗手啊，然后常常量体温，不舒服你要戴上口罩，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保护自己，那我们也可以保护别人，不让自己的病毒传出去。那口方面呢，要口说好话啊，还有就是吃素。在意方面呢，就是我们要常发这个好念，每投一下一个竹筒，其实我们就再发一个好愿，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我们除了投竹筒之外，我们就是通过祈祷把这个善念传出去，也同时就是祝福在疫情当中的这些大医王啊、护士，还有所有的病人，他们可以更好的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对抗这个疫情。唯有从小培养良好的卫生与饮食习惯，才能加强身体的抗病能力，再加上虔诚祈祷与祝福，希望人人都能平安度过这一波疫情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马来西亚新山报道。